如果没有电脑或手机科技产品，你或孩子会怎么度过平日的闲暇时光呢？或许啊，可以考虑跳格子、射击等这些有趣又益智的童年游戏。下来就带您到八升汽车跳蚤市集，重温小时候的回忆，也让现代孩子享受实体游戏的乐趣，拉近亲子关系。随着电子物品盛行，网络电子产品千百种的玩意儿早就夺走孩子们的注意力，昔日那些有趣的童年游戏早就被世人淡忘。为了唤醒父母和成人的记忆，八升汽车跳蚤市集今天除了力推手作艺术和美食之外，还让访客重温儿时的童年回忆。面对跳格子、蛇旗、跳绳等游戏，有新鲜感的孩子都跃跃欲试。电子游戏还有这个传统游戏，你会喜欢哪一个呢？传统游戏，进化的 game， 传统游戏比较好玩呢。我喜欢玩传统游戏。当然，也有孩子离不开电子游戏，要不是手机被家长没收，他们也不会投入传统游戏。为什么电话会没有这样好玩呢？因为现在有一只怪兽跳出来啊。什么叫快速跳出来嘞？我老妹，所以我不喜欢玩的。其实只要你肯投入，城市孩子一样可以跳脱科技产品框框，享受传统游戏的美好时光。因为电子产品就是会玩闷的，传统游戏就不会。怎么说会玩闷呢？就是一直玩一直玩，然后就没有新的乐趣这样子。传统游戏可以跟朋友一起玩，一起分享。现在的大人小孩都成了低头族，每天都会拿着手机或平板电脑玩游戏或追剧打发时间。其实童年回忆才是最珍贵的无价之宝，不只可以拉近人与人直接的距离，还能享受亲子乐。因为我们出去吃饭什么就看到，哎，都是啊，就丢一个手机啊，对吧？给孩子，就算是很小很小，然后我们自己想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所以有机会就是有这种类似的这种活动，我是很希望我的孩子一起来参与，然后能够感受一下，有点古老，可能过不久变成一种古老的活动了啦。从传统游戏中，孩子们可以实际去发掘实践，而不是只看教科书上所拥有的。尤其这位父亲让孩子接触比手画脚的游戏后，才恍然发现自己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铃薯。一些小孩子到现在每天都是在看手机啊，玩电子，所以不对都是怎么样子他们也不知道。所以他来的是理他才发现到原来这是普提兔。对对对对，我也是很惊奇啊，小孩子我们没有去教他这样的东西。孩子从游戏中学习互动，还可以增加魄力和脑力激荡，这恰恰是无法被科技取代又难能可贵的童年欢乐。八度空间实习记者周如轩八升报道。